亲爱的孟华，接下来我想要送你三个礼物。第一个礼物是友情，第二份礼物是家人。你是我这一生中只会遇见一次的惊喜，谢谢你带了一位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想要跟你共度下半辈子，当一个好老公、好爸爸，希望你可以嫁给我。Baby， 今天是12月5号，我来英迪格场刊。然后啊，我今天跟你说我要回家找家人，其实是骗你的，因为我今天是来场刊，然后来为你做准备。然后啦，我们12月8号要拍婚纱，我们最近非常的忙碌，那想要在结婚的时候呢，给你一个完美的求婚，给你一个很棒的仪式感。希望我今天准备的惊喜你会喜欢。林孟华，我爱你。贵子哦，阿妈祝福你哦。哎，宝贝，今天看到这为你准备的画面，应该是很 surprise。在台南遇见你非常幸运，尤其是与可玉啊，我们筹备那场 party 而认识你。幸好当下我跟你要通讯软体啊，后续有跟你聊天，重点是我发现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很独立，也很坚强。谢谢你在我人生中最低潮的时候有了你的陪伴，在我做业务这段期间，你总是为我瞻前顾后，替我买衣服也好，担心我没钱也好，这些我都记在心里面。我们这之间有发生过吵架，也有沟通过，一直磨合磨合磨合，到现在我们更相信彼此，更了解彼此。我曾经跟你承诺过，我想让你作为一个单纯又做自己的女孩子，因为你总是把事情都扛在身上，让我看得非常心疼。而我现在要娶你了，我可以替你分担，以及当一位好老公、好爸爸，陪在你的身边及照顾你的家人，更想成为你的依靠，因为你是一个很棒的女孩子，也很贴心。孟华，今晚我的求婚有感动到吗？爱你。
主角修全登场。记得你说过不会放弃我，每一次也在争吵里学会更了解你。你曾哭过是为了我，你的泪滴在我的心中变成了伤口，只要看你快放红的眼睛，我会让我自己想起这旋律。我不会让你哭泣难过忘了对不起，也不会让你一个人独自伤心。梦华，我这阵子一直在筹备这项求婚，隐瞒着你。然后你常常问我说，为什么我要使用手机？其实我都是在一直做功课，然后都不好意思啊，你不要担心。啊，今晚是我为您准备的求婚，希望你会喜欢。接下来我想要送你三个礼物，三个惊喜。第一个礼物是友情，我特地邀请了许多朋友以及你的闺蜜来到现场祝福你，因为你们有许多的回忆和故事，他们都知道你对待朋友非常的用心跟照顾，在他们的心目中你也是，你的角色非常重要。我想要在场的朋友面前以及你的面前跟你说第一个承诺，我想了很久也准备好了，我这辈子不会再错过你，我的世界已经容不下任何人，如果有人来打扰我，我会告诉他我已经有一位离不开的小宝贝。现在我想要请你闭上眼睛，然后我再告诉你第二个礼物。You're the wind in my sails, you're the pull of the sea, you're the wish in the well, you're my faithful belief. If the whole wide world was offered to me, still you'd be all I need. You're the first of the year, a warm kiss in the cold.You're the whisper in my ear. 然后第二份礼物是家人，我特别邀请家人来现场祝福你，因为我知道你对家人非常好，你的孝顺和付出大家有目共睹，家人也非常的爱你。我想对你的家人和你说出第二个承诺，我会好好的照顾你，疼爱你，不会辜负你。我虽然不是100分的男朋友，但是我会做100分的好老公。第三份礼物是惊喜，你是我这一生中只会遇见一次的惊喜，因为在2300万的人海里，遇见你只有千万分之一，能够遇见你是像是中乐透一样非常的幸运。你是我人生中第一位以及最后一位的求婚对象，谢谢你带了一位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想对你说第三个承诺，我会好好的对待你和你的小孩以及你的家人，因为你就是我的唯一。这是什么？最后我想要对你说，我想要跟你共度下半辈子，然后当一个好老公、好爸爸。希望你可以嫁给我。这是我喜欢的吗？好，好啦，起来啦，不要跪那么久，很冷耶。
A warm kiss in the cold. You're the whisper in my ear when I need it the most. If I was cast on an island and could only bring one thing, still you'd be all I need. All I祝福你新婚快乐！99分，要留一分以后可以更好。但今天已经很开心了，也很感动，流了好多眼泪，妆都哭花了。谢谢你这么用心，然后筹备这一场求婚。着实的把我给吓坏了，我也完全没有想到今天是你这么用心策划的一天就这么快就到了。谢谢你知道我最在乎的是什么，带来了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就谢谢你那么用心，我爱你。